就是一件小短裤，你不要问我会不会很短，它就是小短裤，本身布料有弹性，腰围的部分稍微拉一下给大家 ，SML 通通可以驾驭，它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裤裤。你要拿去运动穿搭也好，你要休闲穿搭也好，都很好看哦。好，那它一样是做这种有点圆弧摆的，侧面呢一样是这边有点小心机，让你的腿稍微侧身看起来长一点点。然后后背的话一样也是包裤，再来呢它呢，我建议大家如果买比较浅色的粉红色啊，或者是蓝色灰色，不要穿黑色的内着，我觉得比较好看一点点，就是灰色其实是 OK 的。然后一样哦，这边是做包扣给大家，铁的包扣，大家在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。最实搭的是灰色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灰色还蛮看得见裤子的，然后也看得到纹路，这边是有口袋的哦，这里口袋在这里，莫兰迪的蓝色运动裤超可爱的，这个蓝色其实我里面很喜欢的，因为它也是纹路比较明显的，然后蓝色，这个蓝色很显白，而且你搭什么样的 T 恤是非常显色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而且腿的伸长比例拉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长哦。好，所以呢黑色真的也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我讲了这个布料它是不贴紧的，它不是那种会合在屁股上，完全合不住。